各位学长、学姐、学弟、学妹，大家好。织品服装学系在今年迈入了50周年，在走向百年名系的历程，我们很光荣的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之下完成了上半场。毕业系友在各行各业坚守，然后也有很杰出的表现，我们真的非常的引以为傲。为了庆祝织品系迈入50+1年，今年的校庆，我们欢迎大家回来，一起群策群力，为织品系的未来而努力。欢迎您。